你醒了。爸爸，你现在不可以激动，你中风了，现在在医院。医生说，你能清醒，就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你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啊，做了这么多坏事，大家还是很爱你。刚江之前打电话来关心你，连妈都打来关心你。你放心，你的军情、你的政商关系、你的客户，这些我都可以按照你的计划做。但是讲之前，我也可以帮你好好栽培他，毕竟他才是你最属意的接班人，对吧？爸。不要害怕，我又没有想要你死，我还想要你活着，看着你的女儿如何把军情带向未来。你就好好活着，活在病床上。Thank you.